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涛哥，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。今天涛哥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恐怖电影《东瀛鬼咒》。本片是由五个故事组成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影片一开头，在深夜，一辆末班公交车行驶在一个空旷的马路上，车子在丘陵园公墓站点拉上了一个穿着和服的大婶，大婶画着精致的妆容，但惨白的脸上却透着一丝丝的诡异。大婶上了车，就笑容满面地坐在了司机师傅的身旁，问司机想不想听鬼故事呢？司机说，大婶你别闹，我还赶着下班呢。可大婶根本就不听司机的话，直接就讲起了发生在末班公交车上的鬼故事。司机认为大婶的精神有问题，大声地斥责他，让他闭嘴。可说话间，大婶却不在了身边。司机抬头一看，大婶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了车的后面，手里还拿着一个传统的日本娃娃。大婶嘿嘿一笑，说不管你愿不愿意听，故事一定要正式开始。第一个故事，蜘蛛女。在深夜里，男主和四个小伙伴开着车，聊起了最近关于蜘蛛女的传说。话说城市里最近出现了一种叫蜘蛛女的怪物，八只眼睛，八只脚，跑起来的速度特别的快。男主是一家杂志社的编辑，最近他也听到了不少的传闻，也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，大家也都提到了这个蜘蛛女。其中有一位说，有天晚上他下班回家已经是很晚了，感觉身后总是有人跟着自己，吓得他赶紧就跑回了家中，结果看到蜘蛛女就在自己家的楼下。还有位笔友提到了蜘蛛女的由来，话说在十几年前，有一个非常讨厌蜘蛛的女人，只要看到蜘蛛就会将其打死。终于有个晚上，他受到了死去蜘蛛们的诅咒，身体与蜘蛛融为了一体，开始四处害人。还有笔友提出，蜘蛛女白天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，只要太阳一下山，她就会立刻变形，碰到落单的行人就会用蜘蛛网将其固定在原地，被攻击的人有的被杀掉了，有的也变成了蜘蛛人。男主是收集了很多类似的素材，然后派助手小帅到蜘蛛女传说的神谷市亲自走一趟。小帅是一路打听，来到了据说是蜘蛛女常常出没的隧道口拍照取证。画面一转，一天过去了，但小帅还是没有回公司，男主是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。眼看着交稿的日期马上就要到了，男主只好亲自去神谷市走一趟。接着男主来到了隧道口，正好遇到了一个学生模样的女生在跪地祷告。从学生妹的口中，男主得知她的闺蜜就被蜘蛛女给攻击过，现在变得神志不清。男主一听就来了兴趣，于是跟着学生妹来到了她的家中进行采访。男主见到女孩闺蜜时，发现她蜷缩在一个凳子上，身形看起来很是矮小，在叙述经过的时候语速非常非常的快，根本就听不清她在说什么。这时学生妹的母亲回来了，她告诉男主，母蜘蛛的体型要比公蜘蛛大好多倍，因为母蜘蛛和公蜘蛛那个啥完后，她会把公蜘蛛给吃掉。但奇怪的是，学生妹的母亲越说越兴奋，表情也变得越来越诡异。男主是有些害怕了，找个理由要起身告辞，结果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上了蜘蛛网。这时学生妹的房间里传来了小帅的声音，男主脱掉鞋跟着声音走了过去，结果在衣柜里发现了被蜘蛛网包裹的小帅。这时天色已经黑了，学生妹和闺蜜以及闺蜜的母亲都发出了奇怪的歌声，然后肢体变得极度的扭曲，变成了蜘蛛的模样。男主挣扎地跑出了家门，但最终还是被三人给拖了回去。故事的最后，男主也变成了一只公蜘蛛，继续攻击着其他的人。第一个故事到此结束。第二个故事叫做西。故事开始，小伟已经是消失了三个月，房东怎么也联系不上他，于是都打电话叫来了租房合同上小伟的紧急联系人，也就是我们的男主。他来到了小伟的家中，发现房间里所有缝隙的地方都被胶带粘得严严实实，男主与房东费了好半天的劲儿，才把所有的胶带都给撕了下来。接着男主在屋子里找线索时，听到厨房里传来了一阵动静，走过去查看，发现地上有一桶啤酒，摸了摸还是凉的，很显然是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。男主以为是房东打开的，就随口问了一句，却发现房东早就已经不在房间里。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走的时候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？男主正在疑惑的时候，电视机忽然打开了。男主上前关掉了电视，却从屏幕里看到了一个长发女人的身影。男主害怕的向后望去，却什么也没有。男主一抬头，看到电视机上有一部摄像机。男主打开了摄像机，连上了电视看了起来。而录像的内容显示，小伟就像中了什么邪似的，跪在地上自言自语，似乎是在和什么东西做斗争。
而且还慌乱地将屋中有缝隙的地方用红色的胶带给封住。可过了一会儿，原本密封的窗户却被掀开了，紧接着小伟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给拖走了，录像到此也就中断了。男主是一脸的懵逼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忽然电视机自动关闭，这时男主看向了电视机插口的位置，却发现了诡异的一幕。原来电视机根本就没有插插头。接着房间里传来了女人的笑声，许多鬼手从缝隙里伸了出来。男主惊慌失措地用胶带封住了所有的缝隙，但鬼笑声还是没有停止。男主转头一看，声音是从抽屉里传出来的。男主赶忙爬过去想关上抽屉，不料一双鬼手从里面伸了出来，伴随着一声惨叫，男主消失了。第二个故事到此结束。第三个故事，牺牲咒。故事开始，女主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礼品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只死掉的蝉。女主吓得赶紧扔掉了盒子。在吃午饭的时候，同事短发妹问女主最近是不是被科长表白了。女主说是有这么回事，但科长长得那么猥琐，根本就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，所以当场就拒绝了。同事继续说道，不久前科长向财务科的玲玲表白过，被拒绝后他对玲玲说自己会诅咒他的，从那以后玲玲就一直没来上过班。你这次拒绝了科长，那只蝉会不会是科长的诅咒呢？女主听了后是若有所思。画面一转，女主下班时已经是天黑，走到家门口，忽然看到地面上有个用死蝉和树枝摆成的神秘符号，房门上也用鲜血画着一个符咒。女主并没有在意，她只是感觉科长真的是太幼稚了，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招数来对付自己。谁知第二天，女主就接到了电话，说妈妈重病昏迷。女主赶紧回到了老家，好在妈妈的病情已经平稳，只是不怎么说话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对着佛堂祷告。女主和爸爸谈着妈妈的病情，聊着聊着就说起了自己童年的一个阴影。那是一个夜晚，女主来到了奶奶的房间，见到了一个怪物，那么大的脑袋在吞噬奶奶，女主当场就吓晕了过去。第二天奶奶就去世了，而且那几天妈妈也是和现在一样病重，可奶奶死后她就奇迹般的康复了。就在母女俩聊天的时候，一个老太太颤颤巍巍的走了过来，指着女主说，你要好好陪你的妈妈，她可是要为你而死。女主听的是一头的雾水。转过天，女主正在卧室里看报纸，忽然发现屋顶上出现了一个螺旋状的神秘符号，与她房门上的血符号是一模一样，难道又是科长搞的鬼？转过天，女主回到了工作的城市，趁着科长不在，偷偷地潜入了他的家中，里面看起来是脏乱不堪，还到处贴着符咒。接着女主在书架上找到了写着自己名字的录像带，打开一看，是科长对自己下诅咒的整个过程，果然自家的房门的血符是科长割破手掌留下来的。就在这时，女主感觉胳膊一阵巨痒，低头一看，胳膊上也出现了同样的符号，难道诅咒是真的？接着女主神不守舍地回到了家中，因为这件事情弄得女主是心神不宁，半夜从噩梦中惊醒，猛然发现枕头边掉落了很多死掉的虫子，而且手臂上的符号也更加的清晰了。这时她听到妈妈的房间里有咒语声传出，便推门进去查看。接着恐怖的一幕出现了，只见女主的妈妈被那个巨头的怪物叼在嘴里，就像十几年前奶奶一样。女主是一声尖叫醒了过来，原来是个噩梦。这时女主看了一下手臂上的符号和天花板上的符号都已经消失，女主推门走进了妈妈的房间，妈妈已经去世，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城市的科长也死了。原来当年女主的奶奶念动了牺牲咒救下了自己的儿媳妇儿，现在女主的妈妈也用同样的方法救下了女主，至于科长应该是诅咒的反噬。故事到此结束。第四个故事，金发怪谈。故事开始，男主因为出差来到了美国，所谓是天高皇帝远，孤身一人的男主动起了歪心思，特别是看到满大街的金发女郎，让男主特别期待能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。男主在美国居住的地方是美国分公司董事长的别墅，董事长刚好外出度假，正好空出了地方让男主居住，男主开心的是在房间里转来转去。接着桌子上的一张金发美女的照片吸引了男主的注意，看来这是董事长在美国包养的小三儿。这董事长真的是太会享受了，自己什么时候能和这样的美女共度良宵，想想就很美好。忙碌了一天的男主很快就躺在床上进入了梦乡，在睡梦中男主感觉有个金发美女一直在挑逗自己，可一醒来却什么也没有，于是转过身继续睡觉。这时门外突然有个女人的身影闪过，男主也感觉到了，一下子就惊醒了过来。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起，男主一接听，对方让他赶紧离开董事长的别墅，因为他的董事长不是度假去了，而是自杀了。
在挂了电话，男主赶忙回到卧室，准备收拾东西走人。这个时候，男主突然发现床的下面竟然有具金发美女的尸体，男主吓得哇哇大叫了起来，瘫倒在地不得动弹。就在这时，床上慢慢的渗出了很多的金发，接着一个金发女鬼张着大嘴扑向了男主。故事到此结束。第五个故事，死亡凶兆。故事开始，男主是家债券公司的员工，一心想要发财的他动起了歪脑筋，盗取了客户的资料卖给了公司的竞争对手，想要拿着这笔钱带着情人私奔。接着男主拿着装有客户信息的光盘和行李箱走进了电梯间，电梯里是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年轻的女人。然而电梯刚走了没多久，突然发生了故障。这时情妇打来了电话，让男主在30分钟之内必须出现，否则就去卧轨自杀。还没解释清楚，男主的手机就关机了。接着男主想要向身后的三位陌生人借用一下手机，但三人都表示没有手机。男主是不相信，这对老夫妇没有手机还情有可原，这个年轻的女孩怎么可能没有手机呢？男主是一再的央求对方，女孩说自己不能使用手机，帮不了男主。男主没想到遇到了这些一毛不拔的家伙，正要发作时，电梯里的通话器响了起来。男主赶紧接起了电话，告诉物业说他们两男两女被困在了这里。工作人员疑惑地说道，从监控里他只看到了男主一个人。男主这才知道身后的这三位根本不是人。男主也是崩溃了，跪在地上将盗取的资料全部扔掉，发誓以后再也不干坏事了。老夫妇和年轻的女人是一言不发，就这么盯着他，眼神里透出了悲伤。就在这时，救援人员赶到，男主得救了。男主回头一看，电梯里空无一人，男主赶紧捡起了电梯里的光盘，逃出了大厦。在等车的时候，惊魂未定的男主发现那三人就在他的对面坐着，男主被吓得赶紧起身离开。这时一个戴帽子的绅士叔出现在那三个鬼魂的面前，他像导游一般介绍接下来男主的命运，说他会被铁架子给砸死。话音未落，一个铁架子从楼顶脱落，直直的砸向了男主的脑袋，男主果然就这么死掉了。接着绅士叔说将带领三个鬼魂前往另一个死亡现场参观。老太太问死者是男主的那位情妇吗？绅士叔摇了摇头，说那个情妇还有49年的寿命，而且还会儿孙满堂。听到这里，那个年轻的女人流下了伤心的眼泪，她走到男主的尸体旁，告诉男主这世上并非都是那种薄情寡义的女人，也有女人对待感情是认真的，就像我就是因为自己的爱人而自杀的。说完这些话，几个鬼魂就消失不见了，他们去参观另一个死亡现场。而听了女鬼的安慰后，男主的灵魂也脱离了肉体，转世投胎去了。故事到此结束。五个很不错的故事，最起码不再是没头没尾。涛哥最喜欢的是那个牺牲咒的故事，大家呢？好了，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，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。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，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。